兵。开始练的时候，正侧要分得很清楚。什么叫正？正是你的肩膀跟手臂成90度，你看这个就太宽了，是不是？成90度，你的手应该在这里，肩膀跟手成90度，看不懂？啊，肩在松，对，啊，不要这样开，不要在这里，是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啊，好，走。好，停。这个地方，这样子过来以后，你看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有两个，一个是这个手，一个是这个手，一个是这个手，两个手必须都有动作，这才是满穴位。身体转，身体往右手的方向转，所以是错了。不是往右靠，身体是走这样一个，你看，它是走一个这样的一个，你看，这样，身体是走一个，我把它做完的话，身体是走一个这样的一个，你看我的身体跟我的裆胯。是往这个方向走，是往这个方向走的，而不是往右横移的，看不到，不是往右横移的，是一个圈，是这里走一个圈，所以这边过来以后是做一半的话，回来，是不是？这样子回来，看不到。这样力量是在这里走一个这个圈回来又一个圈到这里，看不到，好，来走，慢慢来，不要那么快，用裆胯坐，再来用裆胯坐，走，合抱上，对，两个保持合抱式，你看，两个掌合抱，对不对？从这里开始合抱，转过来还是合抱，啊，手肘不要往后撑，落下，哎，落下，然后再撑开，好，走，来，好。肩膀过来要成正，对，再等一下，前臂放平，小臂放平，身体胸朝前，这是手臂跟肩成九十度，这个是正面，看不到，不要变成半侧半正，这样子我不晓得是正还是侧，晓得吗？所以当你这边过来的时候，过去，这就是一个正面，啊，对。小臂护在你的胸前面，对，好，走，往后坐，脚扣了，往后坐，往后坐的时候，手就伸开，你看，裆一拉，开。啊，还是一个正面，是不是？拉裆，往后坐，手在你的中央线，对，好，走，这变成一个侧，变成一个侧面。侧面朝你的左右前方，肩膀再进来一点，肩膀再进来，
边，这边手在这边护，手在这边护到，然后再转，对，在这边，这手自然伸开，伸着。你如果一收掌心的时候，你的后手如果一收掌心，你看一收掌心就是这样子，前手也是一样啊。好，走，坐，不对，那个捋的手，这边过来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坐。坐，前脚压着，膝盖弯曲，再往后胯，胯往后拉，胯往后拉，你看，胯往后拉，啊，这个力练熟，你看是，走。你看，所以你的腰是往这转，转过来，走走，你看，你回来，腰往这边转，腰往右转，手落下，转回来，手这离开一点，不要松那么紧，放掉。好，你回来，跟肩平，坐，后坐，坐胯，不要坐到膝盖，不要坐到膝盖。你刚才练都常常坐到膝盖，往后移，膝盖对到脚尖，坐到胯，前膝稍微弯。好，走。撑刀出去，好，走，开，往后坐，坐胯，臀部不要翘，往下，剑椎往下，走，左步腰转，胯也转，对，就是胯也转，不要那么多。啊，左顾右盼是走，你看，打开以后，手上面是捋，可是转过来是走，这是走，走到就好，不是手过去，是手走，这是一个走，左顾看走，右盼还是一样看走。落还是按，哦，后脚扣一点，按出去，弓步，你的弓步的时候哈，你们自己去调。当你弓步的时候，你的两个脚是平行的，斜的平行，啊，斜的平行，顺着腿，你看。我就按出去嘛，右手顺着我的前腿，肘跟膝合，啊，顺着前腿出去，右手顺着前腿，从膝盖出去，对，放掉一点，不要撑那么远。你看，这是腰折了，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腰折了。所以腰不应该在这里，你腰这样子是不是会有没有感觉到腰比较吃力？腿不是，你的腰应该在这里，松掉一点，后腿直在这里，自然落下来是在这里，看不懂？不要往后挺，不要去挺啊、哦，松掉，好走，横捋。手要变，按掌心是这样子，横捋，
门履，对，肩松，肩就转了，是不是？门履，对，斜履，等一下，变成右手掌心在上，左手掌心在下。好，不要那么贴身，稍微外，走，门履斜履，单边少一个提。单边过来以后，到这里呢，是不是腰再转提，收手，斜捋过来到这边，到底了，这个劲到底了，转一个劲提，这个在这边步，是不是？然后再转过来，手伸出去了。这个手要过脸，这个手过来要经过脸，保护脸，所以不要那么低，不要在这里，啊，过来保护脸，人往下坐，人往下坐，膝盖不要跑掉了，人往下坐，沉下去，上步，行，单边那个扣。这个是肘跟膝，腿在这边，手在这边，尽量把手后手放到跟前手一条线，抬平，松着，松着抱，对，好，这到单边，好，第二组来。